各位乡亲，世界佛教振兴会行动福建孙桂依然宽度集合，八月二号到五号节气的九点起，在罗东镇阳明路26号边啊停车场举办集合法会。恭请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为国泰民安，为世界和平，为一切众生祈福。欢迎乡亲好朋友做会来拜佛。